应该也。不要，那你给人家啊。哎，好，那个也行。嗯。啊。不要，那你给人家啊。哎，好。给你爷吧。不要那汤了，好不好？那个爷爷。嗯，这是你的吧？这个是你的吧？错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，萌仔，真的萌仔，我说一句话，捏一把冷汗，真正的男子汉，只有你敢跟爷爷这样说话。爷爷叫的对不对？对，爷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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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！你跟爷爷拜拜！加油！爷爷加油！爷爷加油！加油！爷爷加油！加油！爷爷加油！当时在当地社会小度也唔知啦。爷爷拜拜！爷爷叫的对不对？对，爷爷叫的好。爷爷加油！你跟爷爷拜拜，加油！年轻加油！怎么回事？这孩子以后长大不得了，还好不是说东，加油！好像在叫自己的小弟，台中最狠的小孩。快点，拿去给妈妈。啊，我有没有？快点拿去给妈妈。谢谢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啊，我有没有？大舅，我跟你讲件事情，不小心把妈妈的冰淇淋吃掉了，怎么办？